国韩国的法国朋友 Antoine 确定去看一看台南烟雪风暴。我们遇到那边很大山，每一年二月都有这个活动，因为很多人我们听说精彩一般人，所以我们走了很久，活动大概往前八点半开始，我们在那边大概20分钟会放鞭炮和烟火，所以我们有一点时间休息，有一些烟火在我们身边爆炸，那是件好可怕。活动明年非常多人，整条路都是人，很难移动。我们在那边我觉得很好奇，就是没有外国人，他们很傻，我会以为这个活动会比较多，可是我觉得那边非常好玩，因为我们从台北来了，我们没有到活动结束，我们那时候光开会去台北，因为开车很晚了。这个活动我们觉得很好玩， everyone should go once。 你觉得台湾人会说安全第一，但是我们那边觉得安全不是第一。太多，谁家都欢喜上海。